中华网龙将于今年冬天推出奇幻冒险巨作《圣剑 Online》，加入于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举办活动。这可是《圣剑 Online》首次让玩家可实际操作的公开试玩活动。本次活动刚好与第十三届亚洲动漫创作展一起举办，中华网龙也准备了美丽与帅气的 coser 扮成游戏中的角色，在现场与玩家们互动。现场并提供游戏让有兴趣的玩家们试玩，凡是会场中试玩的玩家们都可以得到由中华网龙提供精美的赠品。由于该赠品制作的非常精美，几乎来到现场的玩家们通通都人手一份，在会场中到处都见到圣剑 Online。